下来主持领军导演电影人物展记者会，电影圈的前辈几乎都到场。小黎真的女大十八变，很厉害。我需要的是反应快速、敏锐、理解度高的人。杨小黎来讲，得了金钟奖啊，他很快就可以瞬间抓到喜剧表演。我不再是个小童星了，我是一个真。